李玉璽接棒畢書盡，黄明志推心碎情歌。本周 KKBOX 周榜前面的名次变动不大，莫文蔚持续居冠气势惊人，但自第八名的李玉芬单曲早应该之后，许多新歌冲进榜内，包括金曲歌王方大同的甜蜜单曲 Ten Reasons， 炎亚纶的最想去的地方等。早应该看完整内容延伸阅读，有一种喜欢预售票见面会，号召粉丝让毕书尽脱光，被毕书尽苦苦守候，花心男李玉璽男女都聊搬出前男友救援，李玉芬发片扯出柯震东叮当求脱单，相中吴彦祖一夜情 Hen 会，越南林志玲奶贴黄明志。